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是来教功课的，是来叫我们点个名而已。我们从宜兰来，然后坐车来这边买票。女展的门票跟那个搭车来的车票都是自己付，还是老师有赞助？我们自己付的。交个成绩单，可能要写今天来旅展的心得。那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讲一下你今天的心得？老师，我对旅展真的没兴趣，然后还要花钱自己来。就是这次来旅展有什么目的吗？特别想买什么？然后买那个吃的啦。来旅展的目的是什么？买餐券。你买了什么？很多哎、欸，我买了东方文华，还有韩式爱美，还有喜来登。是真的有比较优惠吗？有。真的有比较优惠吗？有啦，当然有。那买这些餐券有没有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？要早一点 reservation 定位。没有期限的啦，长一点的哈，这样对我们比较方便。还有买了什么吗？优惠的？哦，我今天都是买餐券。贴一大袋，我是回去再挑挑挑，再过来。我问一下你们这些来旅展的目的是什么？来看旅游的东西。韩国三个都是对韩国，所以之后你们会一起出发，也许。这次来旅展的目的是什么？换福袋啊，是买东西抽福袋，算中奖嘛。现在之前会送机票，现在没有这种。你们这次来旅展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是学校要做报告，学校要做报告，做什么样的报告？就是有关观光的。是来旅展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是来教功课的，是来叫我们点个名而已。我们从宜兰来，然后坐车来这边买票。旅展的门票跟那个搭车来的车票都是自己付，还是老师有赞助？我们自己付的。交个成绩单，可能要写今天来旅展的心得。那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讲一下你今天的心得？老师，我对旅展真的没兴趣，然后还要花钱自己来。对，他就是人超多的，然后他也没迷路，所以今天是跟组员十约要这边集合，然后大概花半小时才找到四楼找到队友。我才刚找到哎，然后他们又不见了。旅展的目的是什么？捡便宜。那有捡到吗？有，机票从到名古屋看机票。看机票想去哪？想要去美国。买跨年的行程，想去哪里？欧洲，我们买了英国，所以在旅展真的有比较便宜？不一定，要看日期跟内容，自费行程就会影响到团体的售价。来旅展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是旅展的主持人，是我自己十二月也要去宿务玩，所以每次都会趁着公事的便利来看一下展。你有买了关于宿务的行程了吗？我现在先买了机场的来回，就是桃园机场到台北的来回，宿务的行程还在看，因为有很多旅行社都有推出。就是买这些优惠啊，有没有什么小配包，或者是要特别注意哪些？就事先先做功课，然后官网的这种讯息的话，我们就会发了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第一个是我做功课的。部落客会分享那个买啊，是跟团还是自由行？自由不跟团，跟团不好，又不能累积里程，然后你有时间限制。先把就是各家旅行社他擅长的那个国家跟行程大概有一个底，看他的售价跟我们想要去的日期，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下定金买。因为有一些有限制，他像我们刚看到一个到欧洲去很便宜，可是他是要先飞到成都再。到欧洲去，那它的相对售价少一半了，可实际上在交通上面就花很久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选择那一个。宿务的很多地方好像是跳岛，所以要注意一下它船的时间，然后来回的时间，还有它很多的，比如说潜水行程，有一些是你排队，你一定要大早起去排队，可是如果你排不到的话，要看旅行社的方案有没有补助，还是保证你当天早起一定玩得到。假如我今天想要跟金沙游泳，但我今天没有去到，他们会赔偿吗？或者是他们会退钱？对，这我会考虑。就是要出国，规划是几个人去？我全家。大概全家多久出去玩一次？三个月。大概多久你会计划出国一次？半年吧，看哪边机票便宜就去哪边。最敬爱的小英总统以及我们的与会贵宾们一起来到我们马来西亚馆，来为我们迎来我们今天的这个2020马来西亚旅游一起期待。
合传统市场，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小游戏，小游戏完之后呢你还可以到这边试吃韩国的一些小点心。现在看到这是韩式裱花甜点，然后呢这边都有时间表可以来这边做体验。双十一快到了，旺旺的时来运转发财箱在双十一当天 PC Home 买一送一哦，喜欢的朋友赶快来买。可以吗？好，因为我们鱼仙乐园里面就是一定比较特殊的是，它必须要透在乌来瀑布的水源区内，那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的水晶缆车才能够进入我们的园区内，也就是所谓的全台湾唯一无法开车抵达的一个乐园。那进到我们的乐园以后，我们主要是以泰雅文化为原住民文化为一个主题特色，所以有一些像山猪肉啦，然后射箭、七弹和划船都是比较属于大自然的一个设施活动，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在夏天的部分，在夏天的话有一个萤火虫，春夏萤火虫的部分，它是非常的特别，从四月到五月这边它是夜色。那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一个赏蛙的活动，是这样子。赏蛙对，我们就是有一个夜间的生态探索，是跟其他有别于其他园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主要是以自然生态园区为一个诉求，是这样子。